大家好，我是雷董 ，Welcome to my vlog ABC。OK， 接下来呢，这一个月，也就是十二月，我想要挑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我想要尝试玩一些特别一点的东西。至于怎样玩的话呢，我现在我就不会先讲啦啊，因为如果先讲 ，OK， 我们 vlog 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不敷衍的话 ，OK， 所以我还是一样会以 vlog 的方式来拍，来慢慢给你们讲解我接下来我要做的东西，希望你们有耐心看下去啊，也希望你们可以接受啊，因为毕竟这个才是我真的喜欢拍的风格啊。你们应该听到我现在讲话声音是有点鼻音啊，真的。好衰不衰，偏偏在我要挑战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呢，就来感冒。不过，作为一个专业 YouTuber， 没问题，可以的。妈，来给我打个招呼，我们讲很久没看到你了。是没？啊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林总。啊，你不要介绍了，你都这样红是不是？你现在懂，你现在很红了吗？没有了，林总比较红。现在你很红了，叫全马的人都知道你耶。现在你上过报纸，上过电视机了嘞。现在你几红现在？是吗？是啊，你不看报纸了呗？难怪我睡不着哦。Oh yeah， 现在带妈妈来吃看这一间，这个飞镖骨的汤。跟你讲，来到这边哦，这些东西真的好吃。因为我有没有生病的时候呢，来这边吃都是最刚的。这边有果条汤，还有拉沙。有生病不舒服呢，就吃了果条汤；比较 OK 的时候呢，就吃了拉沙，又真的好吃真的。给你们看，这个我妈刚问我一个问题，来。其实这个很好看吗？我不用讲，很好看哦。这一张看一下你的本人，口罩拿下来。哎，真人比较好看嘞，这照片比较好看嘞，这照片给他去丢啊。哇哇哇！烧白果条汤，看了虾，大字啊！有种东西叫做 TK， 懂什么吗？生病啊！我很喜欢吃果条汤，放多多胡椒粉的，然后汤就辣辣的，感觉我很喜欢。有人跟我一样嘛？我感觉真的很爽。只有生病的时候会才乖乖喝凉茶，每次啊、零食啊，什么都比冰常冰。所以讲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，不管你想喝的都没有喝，想吃都没有得吃。哎，已经吃饱吗？所以给你们正式公开讲一下我今天来做的东西。上风讲话不会太大声，很辛苦啊，鼻子塞住了。在这一个十二月呢，我就要即将来开启我的 daily vlog 模式啊。不过这个 daily vlog 呢，跟以往所有 YouTuber 拍的都是不一样的。我的呢，就是为了可以增加跟你们观众的互动，跟你们一起玩这些游戏。所谓的 vlog ABC 呢，就是到我的影片结尾的时候呢，就会有 ABC 的选择。各一天我要拍的主题像是怎样的，就是看你们了。就变成我的 vlog。是由你们来跟我选择的，也是可以顺便挑战自己。要等到你们答案选出来，我再来继续拍，这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下。因为一天出一部影片真的不简单，我就要尝试看看一下。我尽力了，真的尽力了。Daily Vlog 十二月给你们看到 ，OK？ 然后规则好吃啊，这已经叫我好吃啊，规则 OK 啦。这样子，这里所有的东西叫完它。改天哦，等老爸回来哦。哇，等老爸回来就要吃好料啊！你家过年会回来啊？不过我要拿照片去认样子啊，你就没看到好，有点忘记他的样子啊。你还记得你老婆长什么样子吗？还记得吗？忘记了啊？我不记得。我们要拿这张照片样子去认了，哎，又浪费又浪费。我喷出来了，两次。讲一点点就喷出来，哎。哇，不大汗了，还是来买一下伤风的药比较好一点。我真的最怕是伤风了。出门啊，在家里要肥一肥嘞。啊，伤风的话呢，多数都是会比较买这个，这个六百的会比较有效，所以买三盒，就是我先买了。哎，现在又来陪老人家买菜。什么老人家？想到这条街，我想到 Yugi。给小汉尼拍拖的时候了，哇，那里真的是精彩，真的。现在我们是不是去找轮子哥？我要去弄一下他。该讲，我该做 YouTube 了。我该，我要转他，看他什么反应啊？又，所以拍这一个影片呢，是应该是最后一部影片了。什么？我要可以讲一下了，因为我要转行了。啊？转行？我觉得 YouTube 很难做，现在。
所以我要跟你讲，这一次没有最后一部影片我要走红了，所以我们打算做什么？我们后会有期。嗯，打算做什么？我打算做 Daily Vlog。转行做 Daily Vlog。妈的，他这完全是比我表情那里好玩，丢！你可以给你反应嘛？啊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这厉害了！哇，你不要看影片的话，去扫下来订阅，轮子哥2.0啊！觉得好看就订阅，不好看就给他更订阅。哎，现在要挨 Daily Vlog 啊，是说省省用了，所以要买点面包囤囤货了。买一个12月，买个面包。哎，接下来日子就是要挨面包过生活的。哎，维波，这个 daily vlog A B C， 哇，这段难念了，到底可不可以成功的排到31号呢？哇，这是大挑战。OK， 还要买点 melon 粉。至于做我会叫 melon 粉呢，是因为 Yuki。我们每次有时候讲啊，什么隔壁粉呐、啊，没落粉，有记者讲成没落粉，隔壁粉，我们意思打个笑啊。粉，买没落粉，没落粉。还有这一些剪片的时候一定要买的，嗯，还有这个啊，这两种口味啊，这哪多一包啊？它下面有小熊饼干了是吗？用剪片的时候哎，啾啾的时候边剪边聊，我说哇，很爽啊，真的这种。这不是吃不大，这是童年的感觉啊！这边有小熊饼干了嘞，我买点零食回去吃。买了一包啊，还有一个早餐也是一定要吃的。讲这样子讲啦，我每次写都是下午啦，就变成午餐了哦。讲到走过龙啊，这个也是早餐必吃的。早餐、午餐啊，随便啦、啊，今天前一天吃了没有分的啦。突然变成我买东西的 vlog 好啊。6 9 9 9 9 13 12 19啊，19号啊，两个，看到吧？多么的敬业，不舒服要拍 vlog 给你们看，看到吗？哎呀，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啦。然后有些人在下面讲，哎呀，来点东西，一点生病拍 vlog 在那边靠背靠布，那边讲什么什么一大堆，那么放出来不同情啊？那无名指哦。OK 啦，所以我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了。这时候开始我的这个。Vlog A B C 的这个挑战了，接下来的影片呢，你们是想要我 A 挑战 ，B 玩乐 ，C chill 就所谓的那种 vlog 啊 ，chill 啊，去哪里做什么啊，在家里逗好啊，会把它拍成我 chill 的一面给你们看。OK， 至于为什么没有二整呢？因为二整的话拍下去，给你们选择，让每个人都知道了吧 ？OK， 所以我就等你们答案了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看我们也会拍什么影片，选择权在你们手上 ，See you in the next vlog， bye。